哎，来来 ，test test test， 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录呗，哇，哦，来了，姐姐啊，哎，记得穿回来，拥护啦，咱丢了你的美名，大家好，我李长李锦硕，过过节的好消息。今天是明学和安杰大喜的日子。大家免客气哦，欢迎这位来哦，谢谢。我们要结婚了，知道明学和安杰要结婚的消息，亲友们都表示结婚太好了，大喜事，大喜事啊！是是，这是喜事，大喜事啊！这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呢、啊。上啊！爽！我们也找了总库师，准备了丰盛的佳肴。哦，刘备啊，地沟草，功夫真厉害哦！哎，是嘞。酒水饮料当然也不会少，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开心。你这杯酒我敬你，哎，我敬你，但千万要记得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再来说说我们新郎官庄明学，亲友们都是这样说他的。他是有点未歹啦，体格蛮好呢。哦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有我们新娘詹安杰，亲友们都是这样说他的。长得漂亮又有气质啊！你看你聪明伶俐又可爱。吃饱饭后也别忘了跟亲人合照留影。恭喜各位花好月圆，百年好合。好的，再来，让我们把镜头交给现场主持人。各位，现在良辰吉时已到，我宣布新婚典礼正式开始，掌声欢迎新人入场。